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的梦。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因为里面只有失明的声音可以驾驭这首歌，其他人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林湘飙唱《千年之恋》，北皮完全不行，组内检讨火药味超重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节目炸裂版女孩最新集数，女孩们分队进行公演，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众望瞩目的林湘组演唱《千年之恋》，却不小心出事啦。下的冷光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的梦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。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因为里面只有失明的声音可以驾驭这首歌，其他人完全不行，会让大家听到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们唱歌的层次不一样，然后可能声音大声音小，就是因为你们选错歌。让李千娜含下重话，蓝队女孩也对表演进行检讨，但似乎不屑满满的火药味啊。有一件事情我觉得，因为我知道关关是第一次当队长，很谢谢他尽这么多的心力，但是我希望就是你可以多听一些队员的意见，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其他团员对于唱歌这方面没有这么的熟练，他们是其实是很害怕的，所以在时间很近的时候突然在做一些改变，他们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。我们都有投票，可是最终都不是用投票我们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，所以我们就变成哎，这个投票就变成没有意义。我们蓝队没有真的很团结，有一种我们只是为了拍然后来这边才变好，但私下说真的我们其实不太联络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的。今天晚上要交歌或是给一个答案，然后我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一些想法也好，你有什么提议，你想要做的不想要做的，但是这点是我一直比较难等到的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还是尽量多可以大家一起沟通一下。